分数两个世界的呼吸，对彼此很好奇，无解交锋改不掉嘴硬，明明就心动的不行。不要命了？你知不知道刚刚有多危险？你发生意外怎么办？对不起。下次不可以做出这种让我担心的事情了。农夫山泉苏打气泡水，给你的夏天打打气。双娇，你醒了，那我去叫医生。双娇，别走。好，我不走，我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了。是谁说可以独当一面？不用我担心的。那不是你先要放我走了吗？对不起，是我之前太任性了，那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说什么对不起？开始对不起的是我，在一起的时候说要好好的保护你，结果却让你流了这么多眼泪。一辈子照顾你。好，一辈子。你好，
好。嗯，谢谢。顾先生，我这次来是想跟您聊一聊顾仁奇的事。我想作为他的外公，您应该也希望他的身体能够尽早康复。医生说他的洁癖症来源是小时候的心理阴影，而给他造成这个心理阴影的人，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希望您能帮他解开这个心结。我对仁奇从小到大的严格要求，都是为了他好。可这也造成你们之间的误会与隔阂啊！如果这个心结能够解开，对您、对顾仁奇都是好的。可仁奇对我的误解已经很深了，哪里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呢？当然有了，他一直按照您的要求对自己非常严格。其实他现在的成就在同辈里面已经是佼佼者了，但您可能不知道，从始至终他最想得到的就是您的一句肯定。我说的话希望您能好好考虑考虑。回来了。谁给你送的花？这是给你的，胡悠和吴宇专门给你买的。大家希望你早日康复，可以尽快回公司上班了。我去拿个花瓶，把这个花插上啊。要不要帮忙？不用，你就帮倒忙。对了，你生日快到了，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我不过生日的，我觉得生日那天和另外364天没什么区别。不过生日？难道你从来都不过生日吗？小时候也没过过。琪琪，快过来，许愿吹蜡烛了。这儿啊，我想等外公回来再过生日。外公什么时候回来啊？老爷在忙公司的事情，要很晚才回来的。你看，这是你妈妈特意从国外寄回来的生日礼物。外公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也不是啊，生日当然也是有过过的。我小时候最期望的就是过生日了，生日那天我爸妈就会给我做很多好吃的，有生日礼物，还有蛋糕，好朋友也会过来跟你说生日快乐。我生日的时候也会收到礼物，然后会有一个很大的蛋糕，但我觉得不是生日的时候也可以吃蛋糕，不是生日的时候也可以送礼物，所以就觉得生日没什么特别的嘛。也不能这么说。不行，我最喜欢帮别人过生日了，你不能剥夺我这个乐趣。要不今年的生日我帮你过吧。其实长久以来，因为我的洁癖，所有人都必须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就连我爱的人，一个牵手，一个拥抱，一个普通人看起来最简单的动作，我都没有办法完成。但还好，
还好有你在。不过现在也不算晚，而且我们以后还有很多时间。我想参与你过去的人生，不想错过跟你相关的任何一个瞬间。你想怎么参与？我想去你小时候住过的地方看一看，在你生日那天。我希望可以真正的了解你，走近你。我想知道，在我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你的日子都是怎么过的。我想知道，小时候的你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时候的你喜欢什么，梦想什么。我觉得我只有知道这些，对你的了解才是完整的。吃饭了。嗯，这吃饭怎么换到外边了？这不天气好吗？而且今天啊，是我亲自下厨做的菜。我口味重，你不知道吗？这么清淡，拿我当兔子喂啊？医生说了，您这身体啊，就得清淡一点儿，那重油重盐的。对您身体啊一点好处没有，我这是为了您好啊。你别跟我说那些大道理，专家说我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吃什么。去给我拿酒去，今天这饭再没点酒就更寡淡无味了。你这给我喝的是什么东西啊？您至于反应这么大吗？这叫芹菜苦瓜秋葵汁，这食补好过药补啊。它可是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三位一体，这种蔬菜汁您就得每天喝一杯，对身体可好了。你别净给我安排这个安排那个的，我要再多喝两口啊，我那三个数都归零了。我不喝啊，你给我拿走。你要是真对我好，你就做点我爱吃的。你也觉得这按照别人的意思过得不舒服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您不也经常打着为人妻好的旗号，哎，让他每天都得按照您的意思来吗？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你想过人妻的感受吗？这搞了半天，你这是为你儿子出头来了。好，好，我吃，啊，哎，嗯，哎呀，这好喝，哎，白菜我爱吃，嗯，嗯，好吃。你干嘛去啊？我去洗手间。你先去吧。要不咱们一起？神经病啊！逗你的。上个洗手间吗？你上个洗手间，我都会想你。
那你要是出国的话，我肯定会想死你的。我不会出国的，是学校啊有个交换生的项目，老师推荐我去，之前跟我提过一次，我还没有答应下来呢。其实你应该出国的，年轻的时候多学习，丰富你自己。我觉得现在学校挺好的，很适合我，而且啊，这里有你陪在我身边，我舍不得你们啊。但是你老师之所以能向学校推荐你，肯定还是因为你有你的过人之处啊，你不去试试看，怎么知道合不合适？我、双娇还有英雄叔叔，我们肯定都希望你能留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肯定也更希望你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不行，我英语太差了。那我就帮你补习嘛。我吃不惯那里的食物。那我们就从国内给你寄好吃的过去。我在那儿没有朋友。那就去了交新朋友。那我走了，有人追你怎么办？那你要是到了国外以后，有别的女生追你的话，你也不能忘了。怎么会呢？从小到大，我只认准你一个人。为什么不是满分？考成这样还出去疯跑？你就是个不争气的脏东西！哼！我想参与你过去的人生。不想错过跟你相关的任何一个瞬间。儿子啊，回来了。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菜。爸，吃饭了。婉琪，你吃吃看，妈妈的手艺有没有变？妈妈知道，小时候亏欠你太多，我真的不是什么好妈妈，我没有照顾好你，
我知道现在说这些都晚了，不过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弥补你过去的缺失，这是我的心愿，也是双娇的愿望。对了，不是还做了寿面吗？端上来吧。对对对，外公特别交代给你做了寿面，我都做好了，都忘了，我去拿啊。来，双娇，帮阿姨一起啊。哦，好。冉琪啊，你打算什么时候回科林治上？那毕竟是你一手组建的公司，总不能一直让别人帮你打理吧？你早日恢复工作，我呢也就不用瞎操心了。我会尽快回去的。好。以前我还真是小瞧了科林至上。其实，你的公司还有你那些员工，都让我印象深刻。一直以来，你做的都很好。您刚刚说的是真的吗？冉琪啊，你过来，来。这都是给你的。现在可不能吃了，这都是你五六岁的时候我随手买的，这一晃都过去二十几年了。这个我也记得，你十二岁的时候复读机火得不得了，这别人家的孩子都有，我也就给你买了一个，可谁成想这个现在都过时了。外公，你每年都会帮我准备生日礼物。什么生日礼物啊，我向来也不过生日，心里呢也没这个概念。这些现在看起来也都没用了，放在家里面也占地方。你拿回去，随便处理吧。谁说没用的？我一定会好好留着的。他们俩谈的怎么样了？不会又吵起来了吧？不会的，阿姨，我相信外公跟咱们想的一样，都希望顾仁琪可以早点好起来。嗯。哎，爸。哎。寿面做好了，快吃吧。仁琪，快来吃。来。Thank you.
任琪，多吃点啊。琪啊，你今天是寿星，得两个鸡蛋，来，一个都不能少，都把它吃了。哎，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呀？为什么不吃啊？难道我说错了吗？没错，对对。任琪，妈没有别的愿望，当初给你起任琪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一家人在一起，齐齐整整的。把那些不愉快的都忘掉，从今往后，我只希望你能够快乐。任琪啊。他们说的都没错，一直以来，你真的很优秀。不要对自己太苛刻，高兴就好。哟，第一次听到外公的表扬。我有那么吝啬吗？有，在表扬上，您可是惜字如金。我那都是怕他骄傲。我看呐，您是爱面子，怕说出来肉麻。看破不说破，真是。就赶紧吃面吧，这面都坨了啊！多吃点啊，郭娇。嗯，阿姨做的这个菜也不错。哎，谢谢阿姨。阿姨，你吃个鸡腿啊？哎，谢谢谢谢。傻愣着干什么呀？吃饭。爸，这个对身体好。娇啊，我听梅花说，科林至上养老院的那个项目，其实都是你在掌握，而且还是一等奖中标。嗯，那个项目的名字叫做温暖家。温暖的家，好啊。以前呢，是我不对。对你有偏见，而且还找上门去说了一些唐突的话，但是，请你理解，那都是我为了龚日期好吗？我知道。其实站在您的立场上，为了保护顾人琪不要白白的付出感情被人欺骗，我可能也会跟您做出一样的决定。因为我也爱他，所以我能理解。以前啊。总觉得任琪还不够成熟，还需要我的帮助和规范，才能做出更好的成绩。但其实他早就已经长大了。清洁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人获得幸福感。也许这也是温暖家项目的意义所在吧。别动！不用这么正式吧？就得正式点，这可是面试。好好学着点，下回估计就得你自己记了。说了别动，太紧了，就得板板正正的才好看呢。
背挺直点儿。第一次面试，给考官留个好印象。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嗯，站好了。接下来我问你问题，你要真的把我当面试考官来回答。嗯，认真点，不许嬉皮笑脸。知道了。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想要报考机械设计类的专业？因为我从小就对机械类的东西很感兴趣，机器如果突然坏掉，对机器已经有依赖的人就会很不适应，所以啊，帮助别人修好机器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我学习这个专业就是为了能够设计出高质量的机器来让人们感到幸福。那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你跟别的交换生比起来有什么优势呢？我不敢说自己有天分或者聪明，但我足够认真，只要认准了就不会放弃。不管时间有多久，不管过程有多艰难，我都会为自己所爱的坚持下去。那我现在问你最后一个问题，等你学成之后，你是会选择留在国外啊，还是回国发展？我一定会回来的，因为我爱的人，他还在这片土地上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奔向他，拥抱他。和他一起在这里生活，姐姐，给我一个护身符好吗？家里人都不在这儿，心里没底啊。抓紧你的手，眼神里的对白是你给的宠爱，遇见是最好安排。不生气了，给窝头。我早就应该明白，你就是这么自私，你就是没有办法改变，你就是永远只顾着你自己。哎，怎么样？怎么样？是俊杰。我要快点长大，主任，像个男人一样保护你。我说，我先勉强答应你了。今天是马场主任邀请我来的，刚好是马场十周年纪念。哇，好漂亮的马场！你会骑马吗？当然会了。你会啊？嗯。什么时候学的？游戏厅。这打游戏和真的骑马能一样吗？我在游戏厅骑可是第一名啊。好好好，那你今天先陪我工作，再教我骑马。这是公开活动，我想里面一定有很多记者吧。我知道啊，毕竟是公众人物，这点牌面还是有的。可是我汪倩倩谈恋爱才不藏着掖着呢，恋爱新闻都出了，你还想抵赖不成？我是说，你刚刚坐摩托车把头发都吹乱了，我要好好帮你整理一下，你等等才可以最漂亮的样子出现在大家面前，知道吗？嗯，走吧。王小姐，你
和您身边的男士是什么关系呢？是保镖还是男朋友？对对，说一下。大家好，我叫李东贤，我是倩倩的男朋友。您好像是圈外人，和当红主播汪倩倩恋爱被关注，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其实我和你们一样，欣赏倩倩的认真还有努力，爱慕倩倩的善良还有勇敢。我向你们保证，倩倩一定会过得越来越幸福的。我也接受所有喜欢倩倩的粉丝还有朋友们全面监督。哇，爷们儿的。我们刚开始谈恋爱，希望大家给我和我男朋友多一点时间和空间，谢谢。好的好的。好，王倩倩这就名花有主了，这就官宣了。倩倩，我发誓我这一辈子一定会永远光明正大的保护你。双江，你再帮我看一下吧，我这样可以吗？别紧张，就算我爸不答应，应该也不会为难你的。我不是担心他为难我，我担心他不放心把你交给我。放心吧，没关系，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努力想办法。以前呢，是我有些唐突，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啊。我说话的态度也不太好。今天在这里跟你道歉。哎呀，顾先生，您太客气了，不好意思啊。以后啊，咱们想不到外公会这么不声不响的来找我爸道歉。外公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这对他来说不容易。他做出这些改变都是因为你啊，他其实心里很在乎你的，你知道吧？长大之后我都不太肯回家，是不是做得有点过分了？没有，你们两个之前不是一直有误会吗？谁都拉不下来脸。长江，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说开了，谢谢你带来热闹还有温暖。你谢什么呀？你找了个像我这么闹腾的女朋友，以后就别想清静了。你带来的闹腾随时欢迎。哼。叔叔，俊杰，去沏壶茶。哦，叔叔，我希望你可以重新把双娇交给我。
向现实加速，选择怀揣心跳，为了什么忙碌夜空下的渺小，命运不修边幅，生活局促，我的梦该如何做到？迷茫灰暗总是想把谁困在死角，重新面对的勇敢和误解终归于好，成长就是找回宁静的地方，来开启新的美好。时光微妙的滴答，改变彼此的牵挂，不再执着与害怕，拥抱着心灵时差，幸福莫名的倾洒，开启新的钥匙吧，回忆拥有了回答，惺惺相惜的出发。现实加速，选择怀揣心跳，为了什么忙碌夜空下的渺小，命运不修边幅，生活急促，我的梦该如何做到？迷茫灰暗总是想把时光再次交，重新面对的勇敢和误解终归于好，成长就是找吧。